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跟着 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欢迎收听今天的 News ABC，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光田，我是传播艺术系的品源。哎，品源，你平常有运动的习惯吗？有啊，我超级喜欢打篮球的耶。真的假的？我自己本身超喜欢打羽球的。那你平常有在关注哪些羽球选手啊？哦，当然就像是周天成、王子维、王麒麟，还有我们的小戴戴资颖。那你知道国际羽总巡回赛三月起因为武汉肺炎全面停摆，而且确定取消原定九月一号到六号的台北羽球公开赛啊？真的假的？我觉得太可惜了吧。而且啊，宣布调整板赛程后，各产业影响甚巨，台北公开赛面临经费筹出困境。不但企业赞助严重减少，观赛人数受限，也将影响门票收益。且国际裁判薪资调整及检疫隔离相关费用都是支出，恐怕难以负荷。其实国际羽总最初希望台北羽球公开赛能更改时间举行，不过许多规范对主办单位和参赛队职员都是极大负担，仍做出取消今年赛事决定。因为疫情而取消实在是太可惜了吧。那我们就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吧。第一个单字，羽球 ，badminton。羽球 ，badminton。When we got a chance, let's play badminton together。有机会，我们打一下羽毛球。When we got a chance, let's play badminton together。有机会，我们打一下羽毛球。第二个单字是裁判。Referee， 裁判 ，referee。He was booked by the referee for a foul play。他因为动作犯规而被裁判记下姓名。He was booked by the referee for a foul play。他因为动作犯规而被裁判记下姓名。第三个单字，取消 ，cancel。取消 ，cancel。It's difficult to find cancel in a sentence. 用 cancel 造句挺难的。It's difficult to find cancel in a sentence. 用 cancel 造句挺难的。这样各位都学会了吗？那下周再跟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谢谢收听。